灣區全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全媒體》，我是徐盈文，我是梁學熙。今集我們繼續跟你走到去我們國家各個不同的地方，首先廣為人知就會跟你去聽一下樹木醫生和古樹的故事，來到灣區新里程跟你去到長春了，看看可以怎樣舉行一場低碳的婚禮，以及還有我們的特別環節中東香港投資新機遇，以及是鳥瞰神州。不過首先我們現在就出發去南北快線吧。肺动脉高压因为不可逆转而且预后较差，亦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近日一名确诊重度肺动脉高压的16岁少女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功接受全国首例经导管体肺动脉分流手术。手术是在肺动脉和主动脉之间打一条导管，就好像被肺动脉进行泄洪一样。这种手术效果和肺移植手术相当，但风险和创伤都更少。位于浙江省肇庆市内的镜湖是肇如平原上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根据近日发布的杭州湾南翼平原排涝及配套工程招标档，镜湖作为其中一项整治项目，即将进行疏浚。镜湖现有水域总面积接近3900亩，整治工程实施之后，将会新增调蓄容积650万立方米，恢复水域面积约1475亩，新建护岸长度超过9公里。据了解，整个杭州湾南翼平原排满及配套工程施工总工期三年。近日，广西百色市农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同热心群众合力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鲣。海南鲣被列为全世界30种最濒危鸟类之一，亦被称为世界最神秘的鸟。目前全球仅剩1000几只。热心市民在户外发现一只受伤的海南鲣之后，即刻将它送到派出所看管。目前海南鲣已经得到妥善救治，等它伤势恢复之后将采取放生措施。由武汉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寻美艺术家眼中的女性美术作品展在武汉天地一方南馆艺术展厅开展。今次展览汇集了国内23名知名艺术家创作的70几幅作品，以油画、国画、版画等形式共同发现和诠释多元的女性之美。展示女性之美有千百种姿态，不被定义，不随环境、时间和人的看法而改变。近日有廣州知名的汽車科技企業，它的飛行汽車就在天河起飛了，通過了自動駕駛模式向廣州塔方向飛行，而今次是廣州的空中的士首次飛越 CBD， 我們即刻去現場感受一下。飛行汽車起飛之後，經過廣東省博物館、花城廣場、海心沙亞運公園等廣州地標性景觀，全程往返6分鐘。这条飞行航线既可以用在未来城市空中交通，亦都是一条非常具备观赏价值的低空游览路线。在城市的上空 CBD 才能够真正的展示出来未来的空中交通，所以今天这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企业看到了政府的决心。我们预计在明年的时候会有长航程的飞行器能够跨海，能够飞个100-200公里的这种路线。低空飞行不单止应用在空中交通，而且还可以在物流配送、旅游观光、农业等多个领域应用。荔湾区的黄沙水产市场每日都有海鲜送到海珠区的太古仓，现在通过无人机配送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送达。在平常的快递配送里面，跨江的配送一般都会有超过半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配送只要几分钟就完成。去年六月份开始到去年年底，为3000多位市民提供了物流配送体验。广州低空经济还在文旅上发力，例如体验开飞机、跳伞等运动，近年亦都广受欢迎。想不到在广州都可以跳伞啊！游客来到这里广州市增城区三江飞行基地，乘坐我身后的这部飞机，就可以从3000米的高空跳下来，一起带你们看一下。
跳伞挺多的，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也很多，就是可能连夜赶飞机过来，就特地为了一次跳伞，先把我们一些硬件啊什么的准备好，可能下一步会做短视频，然后来宣传。去年十二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造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广州充分发挥低空经济制造产业独特优势，努力开辟发展低空领域新赛道。我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我们广州低空经济的总规模要做到2100亿，到2035年要做到6500亿，为再造一个新广州呢，在低空经济上发力。古树名木的发现和保护离不开辛勤的城市树木医生，他们是用脚步去探访每一条街道，保护救治了一批批古树。截至2022年广州全市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接近10000棵，而今天我们就跟着树木医生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五米几这刚好5米哦，500，应该是495。495啊，黄永约是广州园科院的一名树木医生。这个树呢，原来叶子非常的少，叶色也不那么绿，就偏黄一点，发现它的这个绿地环境非常的差，那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它绿地环境给进行一个改良啊，然后在土里面呢，我们也给它增加了那个固碳植物，就增加它的根系的碳含量，然后促进它的长势恢复，那现在看到这个树的长势已经恢复了很多。黄永约说的是这一棵有着150年树龄的假齿木姜子树，俗称假齿子树、水冬瓜等，过去的百年岁月里面，它就静静地在东山湖公园里面度过，岁月曾经雕琢它的身枝，但是就没有影响它的繁茂。复绿之后，黄永约仍然不时会为这一位的老人家上门体检啊，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叶子啊有什么异常哦，我看到那片叶子上面好像有一些白色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附着在上面啊，对，那就是常见的一种虫害来的，它叫埃及催眠芥，它主要以这个吸这个叶片的汁液为害为主，会造成叶片的褪绿变黄掉落，像我们做古树保护的，我们就要回去采取措施给它打药控制住这种病虫害。每次体检、望闻问切、做 CT 等等帮人看病的手段，在树木诊疗中一样会用到。黄永约表示，育树就好像育人一样，多陪伴、多照顾，他就会长得好。可以了是吧？往这坐，慢点啊，长慢点坐。对，没问题，继续。衰弱古树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去监测，有一些地面其实打不开，我们不知道它根系什么情况的时候，就用这个仪器去测，结果就可以告诉我们它的根系啊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因为它的根系没长开的原因导致它的衰弱啊，对吧？然后如果我们要定点施肥覆状，给它打一些营养物质的话，我们知道往哪里打。一座宜居的城市里面，离不开林荫、鸟鸣、花香，更加离不开健康生长的林木。目前广州已经对登记在册的接近10000棵古树名木编制了一树一册的保护方案，而树木医生的队伍建设亦都不断壮大。广州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明确，将会在2027年建成30个古树公园，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个。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最近举行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广州就展开了一场养老护理服务的大比拼，从生活照护、康复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角逐。场景布置成养老机构的房间，工作人员就在扮演老人家，参赛选手进场之后要根据考题完成实操项目。陶湾是一名90后的养老护理员，他从养老护理专业毕业之后就从事这份工作。他说到，养老护理看起来很简单琐碎，但是交流、喂饭、哄睡觉，样样都需要有技巧。不要盖被子，我要给小馒头盖。哦，小馒头盖是吧？哦，奶奶，我先盖大一点，我把小馒头的这个公仔拿过来好不好？让他陪你一起好吗？
老年人比较多失智的嘛，那我们一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是轻音乐呀，这些的话可以辅助老人家睡眠的，安抚奶奶，跟奶奶说睡着了我再走的，奶奶就会很安心的。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接近3亿，而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是600万名，但现时养老护理相关从业人员只有50万名。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这一缺口日益扩大。另外，男性护理员是稀缺资源。25岁的谢天从事养老行业5年，但刚刚入行的他亦感觉处处不适应。可能有时候遇上失智的老人家呀，可能还有一些不理解、不配合啊，但在这个时候就会有委屈。但是进行一个专业的失智沟通，进行一个疏导啊，他都会很乖乖的听我的话，去配合进行护理。所以在每当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比人家专业，这就是我的成就感。养老护理赛项共有60名选手参加省级竞赛，平均年龄34岁，最年轻的22岁，当中不少是本科学历人才，体现了广东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的发展趋势。比赛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会参加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湾区新里程的第一站，我们同你去到深圳。近年来，深铁集团持续厕所革命建设，在各个车站设施中实现了全面升级，市民落地铁最快1分钟就可以去到洗手间，而里面还配备了纸巾。种种的举措就令到深圳地铁在深圳2023年年度公共厕所环境指数评比当中获得了 A+ 的评定。截至目前，深铁集团全线网公共洗手间数量已经超过427个，七大综合交通枢纽公共洗手间数量达到38个。深铁集团在结构规划、环境整洁等方面进行多项优化提升，进一步为市民乘客提供更贴心优质的出行服务。以深铁港下北枢纽公厕为例，公厕均设置感应式水龙头、烘干机、香氛机等环境优化设施，免费提供纸巾、专业消毒液、洗手液等便民服务用品。在黄木岗枢纽负3层月台，公厕和月台门相距仅有3米，市民落车步行时间不超过1分钟就可以抵达公厕。公厕隔离的母婴室更加宽敞，里面纸巾、烘干机和常用物品基本都有配备。以黄木岗枢纽的母婴室为例，深铁集团在基础便民设施、墙面装饰、结构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多项的升级改造，各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我们除了有洗手台、婴儿床，哺乳房内呢还设置了这个哺乳座椅，增设了一些奶瓶的消毒剂、温湿度计等设施，全面提升市民的服务体验舒适度。我上厕所的话，就有那些保洁阿姨，他们会定时在里面打扫什么的，很干净。对，感觉厕所也挺多的，也很方便，就出来很快就能找到。未来深铁集团将会继续深化厕所革命建设，全面提升公共厕所环境质量，为市民营造更加舒适、便利、智慧的出行环境。市民在地铁出行过程中使用车站公厕时，注意携带好个人行李物品，如果有需要可及时按压紧急求助报警装置，呼叫工作人员，我们竭诚为您服务。去年为了宣传当地非遗，珠海市斗门区就创作设计了一系列非遗 IP 形象，备受追捧。而到了今年，斗门又推出了以连州舞龙为原型的金龙和银龙形象 IP， 进一步扩大非遗的影响力。我们现在马上去同你看看。珠海市斗门区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存，目前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项目2项、省级项目7项，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大区。为了向年轻人靠近，向新的传播方式靠近，2023年斗门区推出斗门水上婚嫁习俗、庄泥鱼习俗、7月30日庄露香、飘色、醒狮5个非遗项目的6个 IP 形象，以连州舞龙为原型设计的金龙和银龙在春节前已经上线了。我们目前现在是有红包，然后还有明信片，还有相应的一些文创的章，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推出类似于盲盒这种比较受年轻人还有小朋友喜欢的一些文创产品。近年来，斗门区持续挖掘非遗线索，将独具特色的项目纳入非遗名录进行保护和发展。
2023年公布嘅斗门区第十一批区级非遗项目当中，再添九个新成员，斗门区非遗项目增至49项，分别有我们的斗门孟马牙雕，还有杨记画皮烧猪，以及这个蔡李佛泉，肖像剪影，还有猪脚姜呀，以及这个葛粉制作技艺、斗门赵氏腊肉制作技艺等等这九个。非遗包含住深厚的传统智慧，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感召力。近年社会对非遗传承和保护越来越重视，非遗项目的经济价值亦被挖掘出来。非遗加项目、非遗加产业的新模式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相关部门亦加强非遗传承人业务培训，指导非遗项目创业，争取打造更多特色鲜明的非遗文化项目。在推进这个高质量发展、百千万工程以及这个乡村振兴的时候，非遗是一项非常好的资源，把非遗做大做强，就是让它实现产业化，才能够为非遗注入新的活力。接住落嚟，我哋去中山睇睇。嗱，早前咧第33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咧就喺中山市嘅黄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而今届交易会就集中展示咗中山家电产业嘅科技创新成果，而唔少嘅创新家电产品都好吸引眼球噶。我哋而家去同你睇下有啲乜嘢新科技啊！呢間參展企業今次帶嚟咗一系列最新研發嘅大風壓大火力廚電產品。像這個煙機，大家可以看到大排風道，它的整個上面的風道系統尺寸比普通煙機要大。那麼大帶來的好處呢，就是吸風量就更大，在廚房裡面消費者的使用體驗就更乾淨，感覺到更舒服。他们企业扎根中山已经有27年，目前已经成长为广东省的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公司目前正在黄埔大岑工业区打造一座全新的现代化智能制造基地。而另一间电器科技企业来到中山亦有29年了，他们在现场搭建了一个集成烹饪中心，展示科技让烹饪更轻松的理念。我们的灶具呢，因为通过我们都植入了很多的一个芯片算法，然后让它能够监测到我们的人离开了多长时间，会不会产生这个一些火灾的危害啊，如果有没有漏气，那会不会产生一些这个生命安全的这种隐患，那我们的灶具会通过它的数据分析，然后自动切断我们的电源或者气源，实现整个安全的预防。作为中国家电制造基地，中山市黄埔镇上年超过500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当中，家电产业就占比超过80%。2024年，我们的目标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0家以上，新增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推动不少于30家的规范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平時我哋喺馬路上面都會見到新人結婚嘅時候咧，就會去租下婚車啦。然後咧就一排車隊咧，就喺個馬路上面都幾壯觀嘅喎。更加壯觀嘅場景咧，最近就出現咗喺長春嘅街頭。嗱，佢唔係一個車隊，而係一架喜氣洋洋嘅巴士，仲有一個甜到漏嘅名，叫做百年好合幸福啟航號。嗱，究竟係邊位咁有創意咧？我哋現場睇睇啦。呢一日早上，一架贴有百年好合喜结良缘字样嘅婚礼巴士停咗喺新郎伴侣同埋新娘殷正莹屋企楼下，稍后就会载住呢一对新人送佢哋去幸福嘅殿堂。呢架主题婚礼巴士一改过去传统嘅豪车婚礼车形象，采用创意同环保相结合嘅形式，受到年轻人嘅喜爱。公交车呢变成浪漫的婚礼巴士，作为一种环保与创新相结合的婚礼形式，节能减排。环保安全，切合当下年轻人的个性需求，使婚礼浪漫不浪费，也更加的响应民政部门婚俗改革的初心，能引领到更好的婚礼的新风尚。5/25，我们出发了。当载咗新郎同新娘以及佢哋嘅亲朋好友之后，呢一架百年好合幸福启航号嘅主题婚礼巴士就正式启程。一路充满住歌声和笑声，其实新郎伴侣是一名巴士司机，他就选择亲自驾驶婚车前往婚礼现场。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巴
枪。行不行？原来呢，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一段旅程，然后但没想到说今天就是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车上，然后接受着大家的这个祝福，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开心。据了解，所有主题婚礼巴士都是长春公交西南公司的新能源纯电动车，可以为新人提供专属的定制服务。同传统车队相比，公交婚礼巴士具有容量大、视野好的特点，还可以为新人带来与众不同的婚礼体验。未来长春市南关区民政局还会同长春公交西南公司紧密合作，推出更多元的婚礼巴士。气候变迁就是全球面对的重大挑战，而各国政府的行动都是刻不容缓，其中绿色金融就成为了重要的一环。没错，我们今集的特别环节中东香港投资新机遇就会同你介绍一间香港的初创公司，他们研发了不同的技术，可以在城市当中耕种兼且减少碳排放。我们现在一起去了解一下。旧时成日有人话香港冇足够空间耕作，点会得到新鲜蔬果呢？呢间餐厅嘅蔬果唔系由农场或入口，而系喺餐厅隔篱种出嚟，为顾客带嚟一个环保嘅用餐体验。由于香港缺乏农业用地，所以想买到本地种植嘅新鲜蔬菜并唔容易。大家可能会谂，点解唔直接喺城市种植呢？呢度呢个300平方尺嘅农场入面。大约20个品种的蔬菜是采用水耕法种植，植物可以用无泥土的方式去吸收养分。我们利用物联网来监控和控制植物生长环境，即是温度、湿度、水位、水质和其他有关元素，然后就是设置一个叫叠加垂直农业系统。咁每平方米嘅空間，每年種植到3500棵植物，咁即係相當於120平方米嘅户外種植，節省到99% 嘅土地，真係一項巨大嘅成就。當綠色金融開始成為全球趨勢，銀行嘅角色就變得好重要。麦楚韵擅长于可持续发展金融，他提到银行在塑造可持续发展未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银行，我们会做信贷，当我们审视融资的债务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分析客户的 ESG 表现，确保我们同客户在可持续发展和减碳的方向是一致。在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方面，银行可以发挥作用。我哋參與咗淨零銀行業聯盟，我哋亦都係東南亞第一間發布脱碳目標嘅銀行。發布脱碳目標嘅原因就係為我哋嘅持份者提供透明度，亦都能夠俾客户更深入咁參與減碳議程。喺房地產行業，我哋會鼓勵客户去考慮獲取綠色建築證書，實現能源效益。至於喺運輸業方面，我们都会问客户会不会有计划转用更高效益的车辆或者弃用柴油车辆。我们的银行基金在2014年成立，我们的基金一直都有支持社区，也都有倡导社会企业。较早前我们就支持一间社会初创企业，协助他们扩展城市种植的生意，協助減少環境的碳排放。妙瞰神州精彩在線，春天就最適合賞花的了。今天有一點特別，我們不去景區，而是帶你去蘇州大學，看看隱藏在高校後花園的美景。飯堂門口的垂絲海棠，情人坡的櫻花大道，滿園春色令到這一座的百年校園生機勃勃。現在我們就跟著鏡頭一起去感受一下這一份不一樣的風光了。今天灣區傳媒體的節目時間夠，我們下集再見，拜拜。